小美在吗？不在。啊！真的。要干嘛？就是有一个你这样的小名言，给我这个小 PD 发了一个小私信，然后他想要叮嘱几句话，然后可以麻烦念一念。好，他说。最近拉萨天气气温比较低，记得带上厚一点的衣服。第二，第一次可能会流鼻血，可能会有胸闷气短，或者吃饭没有啥味道，都是正常的反应。早餐，第三，早餐比较多的应该是胡辣汤、饼子，还有水煎包啥的。括号，但是面食都不太好吃，希望韩老师给我们啊。给我儿背上一点他爱吃的东西哈，括号完毕。四，千万不要蹦蹦跳跳，千万不要快走。如果自己不舒服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知工作人员，不要自己硬撑。第五，祝勇敢，坚强勇敢的小朋友无论玩的开心。好了，再见。哈哈，人对这个小孩，小本子就是说你影响多了，再见。好了，怎么说呢？我已经有了一次经验，所以第二次他现在状态特别好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然后一定要记得准时收看我们的妻子的浪漫故事哦。我也会照顾好照顾。哇，好姐姐呀！拜。